迟到大王。对，其实好像都不会太远。这一对可爱小情侣吃寿司又给我迟到，迟到了。他们到底要迟到几分钟？四分钟。可以吃薯片，真的我拍一下。拍一下。没有，我在录影，我在录影。OK， 先吃吧。酱油加起来。别的动作吗？很 smooth。好好，可以。就在我们吃完的时候，下雨啦！好啦，走，前进下一个地方。排队人潮，耶！我们来吃起司卷，鲔鱼口味，鲔鱼起司卷，对，我的是牛肉起司卷。好啦，我们先开吃一下。哦，看戏有看戏，有嘞有嘞，你在拉，没有，看你拉多长。我在床。反正今天就是吃爆小琉球，吃爆。我对小琉球你呢？是蛮好喝的，我刚刚是点了三种水果，然后这个饮料的基底我是选葡萄柚，赞赞。我们先去花瓶岩。哇！我现在在花瓶岩看过去，对，它就是跟一个花瓶很像。你可以不要一直晃吗？好啦，这个景点就到这里为止了，谢谢大家。就是来看海景而已。他是在我的手上大便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要问老板。好可爱啊！你等一下要洗手吗？你把他近距离 tag 一下。那保持干燥。他是豆退路啦！啊，他尿尿了，他是会吓到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吃烧烤了。你在加什么？鲫鱼。哇、哦，你在。加海鲜的，对，这边就是海鲜区，琳琅满目的，什么要有都有。
我最喜欢的鹅啊！我刚刚已经夹很多了，晚一点再来吃鹅啊。然后这边是肉品区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一吃肉吃起来。然后这里也是肉区，然后这边有蔬菜，超赞的。最后还有冰淇淋可以吃。老板要带我们去那个生态导览，就是夜间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白天有点可惜没有去，就天气不太好，现在要去冲一下夜间导览的部分。高雄的交界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所以哦，我们骑车过来就是屏东，骑车过来就是高雄啊。对，那我们搭乘的地方东港在这里。东港离我们小琉球啊，它只有8.9海里。嗯，海里跟公里一样吗？应该不一样。不一样，那怎么换算？不知道。海边的都有一个特殊的算法。哎，就是乘以二，大概我们这个住海边的都是一个大概而已，就是乘以二。乘二。所以大概就是18-19公里左右。哦。哎，因为我们做捕鱼的啊，都会做、互相联络啊，你哪里几海里几海里啊。那这样子换算会比较快、不用再拿计算机哦，因为它有小数点呐、所以大概就是18-19公里左右哈。接着作用，这里很多，那你还是冲的哦。所以你说的要生蛋的时候，Hello，哎，这外签呢，孩子，所以小心，孩子，我们要出发了呢，要跟着走吗？都没怕呢，还不知道呢。它很肥美耶。现在我先把它抓下来。小心哦。抓一下。好。这个跟我们在美人洞看到的不一样了。嗯。我们在美人洞看到它的颜色是紫色的。紫色。那它是黄色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对、黄黄的。所以它品种不一样。这一种叫做凶狠圆轴蟹，凶狠名字很可怕。它的爪子，凶狠圆轴蟹表示，顾名思义说这种螃蟹是很凶悍的，警派哦，咬到会流血哦，会受伤。好吧，你的手小心。所以抓螃蟹啊，一定要有技巧，要抓后面，因为它的关节，它的咬的关节不可能往后转。嗯，所以它是它转不过去。对，所以它是咬不到的，所以抓螃蟹一定要抓后面的壳。嗯。有确定吗？我不确定，我猜的，因为我看它这个纹路，纹路感觉对，里面会有那个。这一只是母的，这一只是母的。你看肚子，它的肚子，它的这个纹路是不是一个半圆形，一个圆形？嗯，这里啊，这个肚子圆形，看到吗？有嘛，圆形的，这个就是母的。公的话，很明显，它的肚子这一个区块，它都是尖的，很像一个。交通三角锥一样，它是尖的，三角形的尖的。那这个母的，它就一个半圆形，这样子半圆形。所以这只是母的，明显的，蛮明显的。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分公母，就是它的螯。如果它的螯比较小一对，以它的壳的体积来看，它的壳它的螯比较小的话，就是母的。那公的话很明显哦，它的螯就会很大。所以看螯也看得出来。那公的比较好吃还是母的比较好吃？螃蟹吗？对，这个是看个人，因为一个叫做蟹膏，一个就吃母的，那个，但是是蟹肉比较好吃，是公的，对，就是看你个人，那个就不一定了。那这一种的话就比较没有人在吃，这种鹿蟹啊，在我们这里是没有人在吃的，所以你想买也买不到，因为它没有人在吃啊，如果我们在海边抓螃蟹，不小心被螃蟹咬到了，它
现在啊，像现在完全不放怎么办？嗯，我教你们一个方式哦，一秒钟它就放开了。嗯，哎，就是放在地上，按摩它几下屁股，它就会松开，有没有？松开了。摸一下屁股。哎，因为它松开了。为什么它会松开？这为什么？因为它只要四只脚着到陆地的时候，它就想要跑。它、哦、就会警戒。哎，它想要跑的时候，它的螯就会松开。嗯，哦，再次。你看咬到不会放有没有？对，你看它的螯是不是咬夹紧了？对，那你放在地上，那摸它洗下屁股有没有？它就松开了有没有？它就松开了。好可爱啊！我看它那个。好，小心。小琉球限定哦，小布墩啤酒。继续我的宵夜场。多大、啊？感觉没有很大。嗯，小宝宝的感觉。嗯。啊，是啊。这样看真的很美。相思面，这个也是网络上有推荐，所以想说来吃看看，还蛮不错的感觉。嗯，我们辣椒是自己做，有点辣。好，要加的话慢慢加。我很喜欢吃辣椒。OK， 我超爱吃辣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吃一下相思面。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还有去那个红妈妈早餐店买早餐，可是那边不能内用，所以我们只好把它外带出来。这个相思面呢，好看起来就是还蛮像阳春面的感觉。刚刚阿土说了一句恶心的话，他说每吃一口就会想起我，是吗？你刚刚这样的吗？你要问老板为什么要叫相思面啊？等等再问吧，先吃完再说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叫香菇？因为以前的人只有这个面可以吃，后来到外地工作之后就没有这个面可以吃。你肯定又是在胡说八道的。你先吃吧，我们两个就是先交换一下食物。因为你先吃，你先吃。然后这个是琉球怪。好妈妈早餐店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。是啊。嗯，但有点比较偏软，然后有，但是芋头味道吧。端午节限定霸掌哦，要买的赶快哦。再来一个。热腾腾的哦，而且你们吃的热热酱。那酱是你们包的吗？对对，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现场啊。你连那个晚餐吃的。真的、哦？那可以给我们一颗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拿一颗，谢谢。真的吗？一个不够，你要二十个了。你买了会后悔，因为你是等等端午节，然后再来买太少。哦，好。不然你还在。再不回去啊！家里太远了。太远，太远，太远了。山西的。怎么会叫太原呢？啊、哦，真的真的。太原我有去过，关东的异乡啊。啊，没关系，可以。这一个多少？60。好。180。我先来吃一下这个肉粽。还要点香锅糕。好。它里面有六种那个料啊。六种料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六种料都讲得出来，那一颗肉粽免费。哦，这么好，我现在来。因为你一定猜不出来。认真猜这个料。你不
上网偷偷查。你们是台湾哪里啊？嘉义。嘉义哦。对啊。嘉义是在嘉义县。嘉义县。哪个乡镇？大林镇。大林哦。那个宝轮，阮大地址弄出来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吃地啊呀。嘿，对啊，吃地遐。我在这边吃霸掌，又认识好多好朋友了，超赞。我爱哪家哪有，还里面有六种肉，六种那个什么料，还有、啊、六种。那是什么？黑尾鱼的那个那个。老板谢谢，谢谢谢谢。不能吃啊，不吃不吃。我们都没得吃嘞。这个是那个那个老板娘，她早上要那个配韩鸡来的，她知道我来，她就舍不得吃给我吃，真的、哦，我又舍不得吃。这是黑尾鱼吗？黑尾鱼，对，那块黑黑尾鱼的排骨，排骨，谢谢。来，那我告胖安呢，真的很好吃呢。这么近视我没有了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好朋友，洪大哥，洪大哥来！耶！啊，我有拍影片，那个那个全国最帅的，一到全球最帅的。哇！全球帅起来，帅起来，帅起来！哎，我是那个，我是环球先生。环球先生。骑机车环小的球的先生。哦，我们也有环球先生。我们昨天也有，我是你环球小姐。环球小姐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像我们就是有缘，要求以客为尊。哇，谢谢我们啊，我超高级的，好哦好哦，下次来住你们那边去，太赞了太赞了，没问题。我们一家都是那个绿巨人呐。嗯，我们一家人都是绿卷，绿卷叫什么名字？绿卷浩克，对，浩克，很浩克啦。哦，闪闪闪变的是浩色啊！谢谢谢谢，耶、yeah, ，推荐起来哦，真的好吃哎。你有猜出是哪六种？而且有不一样的，就是香气跟我们那个岛内吃到的腊肠不一样。来，先喝一点，我去了。认清六种材料。对啊，我要来认清一下了。三种啊。我错，已经包完了，你才要认包完了。这是金鸡的，这是五花生。这个是那个。烤烤蛋黄。这是那五花肉。五花肉。琉球的香肠。琉球的香肠。还有台湾的咸鸭蛋。台湾咸鸭蛋。琉球的那个三个鬼头刀鱼干，对。鬼头刀。是哦。很香，它吃的香。这是埔里的那个。除了也香菇，这是海峡两岸交流的那个东西了。哦，因为我们也是海峡，你们住台湾。对对对。大家一家人。真的。哇。听无。我今天听无啦。可以快一点啦。我们从哪来？来，从哪预备？开始。先见石兰，北一兰，东风无力百花残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琉球此去无多路，请你沧桑来。好，没问题。一壶好茶许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尽付笑谈中。拜拜。拜拜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相思面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会叫相思面呢、啊？地号。哦，这也是地号名的关系。因为在以前这个。两个村叫做相思坪，为什么叫相思谱休息坡？以前这两村的相思是特别多，所以这两村叫做相思谱。啊，琉球有八个村，每个村后面都是幸福谷，那北湖、中湖、一湖、大湖、南湖、上湖、三湖。啊，这个是上村，啊，我老婆是隔壁村的村长，他是上村村长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当了第五届的。哇，很厉害，就是做得好，连任继续连任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你们都很赞，谢谢谢谢。好客了，好客好客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拜拜。目的地。那就在上面。好。这里。这里的。这是一个地标。对。介绍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以前的船要入进港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地标，就知道大概要到港口了。
因为以前在民国70年代的时候是没有灯的，小琉球这边都是暗冰蒙的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白灯塔当作要进港的时候，渔船的就是知道要快进港，速度要放慢。没错。那我们往前走喽，去看一下那边，就是看得到海景。你小心哦，你。上来真的要小心一下，然后这边就看得到海景啊，海景第一排，天哪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哇，快点让地游影哦，可以帮你拍一下，超美的，很壮观哎，而且完完全全看得到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地形啊，昨天民宿老板有说。先说一下你屁股有多痛，超痛，采访没造成那么辛苦，屁股都痛的，那就知道吧，你当不了网帅了。对啊，屁股痛吗？痛我们刚刚是坐在这个珊瑚礁上面，对，很痛，淹死。下山了。